脚了，感觉拉不起来。好，是好累，觉得我运动完了。放大灯，没有车子啊？如果有车子，没有车子，有车子的话，哦，直线。好像什么残障人士。第一，今天来找一，但是要先试穿啦。我没有穿过连身皮，第一次。然后大家都知道买300哦，叛徒三号。然后我想要卤之后想要去玩看看赛道，对，所以装备很重要，所以我今天来帮自己找一下连身皮，然后先来试尺寸。OK， 那我现在滑衣滑裤试一下。好，先一边。修不一样。先大靠你个看嘛。那就48本来对来讲就是太极限了，很刚好这样。对。哦。好，整个撑上去。你不要给他哔哔啵啵飙亏哦。OK， 好。好。哦，这个重点拉链拉得起来吗？重点来了。哎。修贵的看今嘛，结果太肥，48太小。是不是太小了？感觉拉不起来。可以大一号了。如果这样穿的话，已经是非常的极限。你下体有吗？觉得很肥。就你缩腰也不够。好，那几乎是极限。极限的，对。嗯。他日规的话要抓，反正50、52都可以试一下。哦。他会日规是真的有比较窄一点。哦，真的比较窄。嗯，比较短，比较窄，因为它是日规，它是意大利品牌，可是我们进的是日规。日规版，所以它比较短，比较窄。对，所以它没有48，它从50开始跳，50开始跳，它比照小一号，所以你50 OK 的话是，你可以先从52开始穿，哦，就是要试52就可以了。我先抓52了，48太低，48没办法，完全拉不起来。谢谢。嘿，是不是好累？可这件好，穿这个减肥，因为要。一直耗体力，每天穿多10遍你就可以减肥。你这好花俏哦，好多眼睛哦。真的哦。Moonlight 联名款，蛮可爱的这件。这件感觉就是 OK 吗？有这个很好，好穿多了。而且就算是52，这里也没有过长啊。对，这样 OK。对。然后你有长靴吗？有，我有长靴。好，有穿来吗？没有，没带到。OK， 标准了，标准了。你微弯，微弯。OK， 标准了，标准了。哎，差不多都在这个位置。所以这个牌子来讲，52刚好。哎，对。那你如果是 Speed 的话，就是再大一号，就是要五，因48稍稍超过极限。对，它真的站不直，它就会有一点点微弯。这个是算标准的啊。你做一下跑车的动作，其实就刚差不多，就会全部放掉。对，就变刚好。对，你如果站直刚好的话，有没有？反而这样太松。你趴下去会，如果你跑车嘛，假设跑车，这边就会多哦，就会太就会多太空，就会以如果是那种竞速级，会觉得多那一些，会觉得就不是很贴身，就做起来动作会觉得不够利落。OK， 那你可以那个曼嘎蹲吗？曼嘎蹲是什么？你说，哎哎，我想说曼嘎蹲，再开一点，再开一点。可以吗？感觉好像什么体能？好像可以，那就表示你有机会可以磨到膝盖，磨到那个外面那个滑块了。这大概就这样就标准了。对。你如果这样蹲的，那你没有车子啊？如果有车子，没有车子的，有车子的话，自己跨一下知道。比较准。啊，没车子就是这样，你这样可以全蹲，那应该你到时候做赛那个赛道的动作，应该就问题就没太大。啊，现在的部分的肌肉的紧。流汗晒太阳之后，它还会再二次塑形。这也是我们自己代理的大眼睛的日规版。哦，大眼睛。对，它是意大利品牌，可是我们进的是日规版。对，是日本总代理。哦，所以尺寸比较适合那个。对，你看它52，它还是没那么长。嗯。你如果是 A 型丹尼斯的52，这里会在这个最明显。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哦，就会跑位置就会跑掉。哎，这个就会略长。哦 ，OK。还是要直上。你说直上那个，你说 A 型哦，不是，就这个哦，你们前面问的那个是10800的嘛，嗯，那个算第三批结束没有了，剩下黑红48，黑白52没有了，52他穿应该会太大，52就多了，这三件是一样
它二是一样的颜色，对对，就差颜色，对。怎么样？挣扎一下。你要先试戴帽子吗？帽子、手套啊。哦，那你先试手套、啊，所以全部要换了。没有他，因为他签一台，他签 CP 300，他想买一个新帽子来搭。哦哦哦，对，他手套是要对这个长手套。好好好。啊，策勋他上次来买，挣扎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先看个帽子、手套，没问题啊。对对对，品牌有抓吗？他想要试 Brand Eye 的。为什么是这样跳？因为，我还想要推阿赖最新的那个，只要找碳纤维，这个不到900克，玻璃纤维不到1000克。哦哟，这个上次有见识过。哎，这是碳纤，这是碳纤，对，碳纤这玻纤。玻纤没有雾面的吗？那无缘啊，快完了。我觉得银色也蛮帅的啊。银色蛮帅的、啊。他们家是靠银色起家啦，这蛮帅的。换你都戴看看啊。先戴重一点。好。这还是很轻啊。对啊，这个其实都还是好轻。你去照镜子，这个还是很轻的，看一下啊。嗯，看一下。我觉得银色蛮好看的。他们家就靠银色起家。对啊，因为它是雾银。嗯，有布灵布灵在里面呢、啊。一点点。有一点布灵布灵的。可是还是蛮好看的。然后它二代的话，把 logo 改到右边。哦，以前在左边嘛。哎、啊，蓝牙一装就看不到了。好，这个。玻璃纤维比较重的，可是我戴起来还是觉得很轻，已经1000克，已经对啊，但当然是少了镜片了，加镜片大概也不过就1000出头。因为平常那个全罩戴习惯重量，这个都好轻。等一下试一下碳纤维更轻。它这个是羊皮啦，比第一代的多1毫米的厚度。对，900克，真的更轻，超轻，轻到爆炸了。黑色的碳纤维的，黑色 OK 啊，黑色一定 OK。小 OK， 它有亮面的，拍一张。好，一点点，你看这边。好，你刚刚不要动。好，不要动，看这边。OK， 我是有学了，不好意思。在大师面前。完美照。没有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你稍微坐一下。好，我坐一下。哦，其实蛮帅的。不一样的味道了。嗯。向上卡一下就可以了。啊，理论上这样就可以脱眼镜了。哦，你要聊天，哦、那个要跟他讲话，你就先这样子。嗯嗯。它后面还有一个带那个扣子啊。对。保险，你那个到时候时装的时候就可以把袋子扣着。哦，就它这个袋子已经有止滑胶了，可是扣那个袋子算最后一道保险。OK OK， 它如果真的滑掉的话，它不会跑掉了。嗯嗯。我觉得亮黑也蛮帅的。要看车的，车子什么颜色？黑色，刚好也是亮面的。亮黑吗？啊，那个排气管还是什么？那个是银色金属的。嗯，那理论上的也 OK。对，其实也 OK。OK， 亮黑，好。好。要不要？对啊，买啊，买啊。OK， 我先去楼下看一下。好。OK 啦，搞定啦。所以现在就是帽子搞定，然后皮衣等11月，因为皮衣要等，然后手套，手套。Joel， 你也买了三车帽，还买了 Brand Eden。三车帽被怂恿的，好不好？我本来想说我再想一下，就有人说。那你可以不要买啊，放回去啊。这个 L 吗？对了，我试一下。赛事手套的话，基本上就会有纸桥了。嗯，然后这个不是没有缝好，这个就是关节会做一些开合。对，哎，这边也是。嗯。OK， 来，谢谢。对啊，你可以挑战 L， 你没有到 N 啊。N 会太紧了。没有，你 L 已经饱和了 ，L 已经不可能到 N 啊。嗯。哎呀，你如果到 N。一般就是看中指跟这边呢、啊，手套就看这两个，另外四根看缘分，不要太离谱就好，因为大家比例不一样，看缘分，就是就因为大家比例
比例，要不然就不会有算命啊，就大家长度不一样，真的，因为大家比例都不一样。这倒是，长度以中指为主啊，宽度的话就是你虚握的时候可以紧，不要到不舒服的紧，就大概那个范围。哎、欸，那其实 L 应该差不多，因为这样子的时候是，我觉得这颜色蛮好看的、欸。OK， 好、嗯、，OK 的。戴的时候就是微细的，那、啊、这个就是把皮衣的袖子放进去，然后再把它关起来。主要是这三根都 OK 吧？嗯，亚洲人会这两根会稍微吃亏一点，有些的亚洲人的关系。你觉得这个好？好啊，不然就这个颜色好。好、啊，那就又回来回补车靴的颜色。对啊，回补车靴，等于手跟脚一样。然后身体就黑白。好，那就是帽子要配红色哦。那一样，对，皮革跟我们买是可以回来做保养。好，是哦。皮革的话就是要过夜，清洁干燥，上油干燥。那很棒。那真皮的话，它就是会吸收油的话，它就会吸收进去。连手套都可以保养。对啊，欸、全皮的就可以。看这里面的金奶贝好不好？真皮棒。真皮好。我又来找小峰哥。好，因为我上次那个 SPRS 要等到11月，我觉得等太久，我等不及，所以我今天养养，好不好？我今天很养，我把我的车子装备，对，这些上次也是在小峰哥店里买的，都带来了，直接准备组装。对，上次有试那个大眼睛，大眼睛的皮衣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试一下，算舒适啊，算舒适。今天再来确认，最后再标准一点，小一号看如何。对，就是看是不是到底会不会太肥，再决定一下尺寸。Okay, 好，那我们就来试一下，都放进去了，那可能好一点。中年发，你裤子录进去。中年发，对对对，捏捏捏捏，好，你捏歪一只手，捏歪一只手，稍微软骨弓，软骨弓啦，对，好，勾起来，好，捏捏，重点。第二个拉链应该是没问题，只要能穿，应该问题都不大。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上次的狗上次就肚子拉不起来啊。上次 SPRS 那个拉不起来，这样好像不行。四八是吗？还是哇，穿这件很没有变胖的空间。我觉得这样哦，你的腰围极限。极限的哈，因为你对骨头够宽、啊、因为它这边还有在加厚。有，我感觉到背护具这边。被护具蓬起来，对啊，这边完全蹦蹦蹦不怕死了。不行哦，五十不行。说一下，说一下，好，我说，三个大男人在那边干嘛？突然觉得有点可怜。你会不会只穿一下今天，再回家之后就穿不起来？还是他会再松啊？穿久会再松。就两个建议啦，这个拿掉。因为你就是髋骨稍微极限的，松的都在。对对对对对，也可以换软一点的护具，换薄啦。对，因为它这边还给的还蛮大的，对，比较厚，对，给很大。它的护具我觉得先穿看，刚好啦，这样是刚好，长度是 OK。对，长度是 OK。对，不然就你先把上半身脱掉，把那个髋骨哦试试看。对对，因为那个你刚好髋骨刚好极限。好像什么残障人士。对，我好像什么需要人家照顾生活起居，这样走出来。OK 啊，我是要把腰拿掉，这行不行啊？他把腰，他要把腰拿掉了，快点快点，他要把这个腰一圈，你那一圈这腰腰开，他在第二层，想要瘦身就来试穿皮靴，对，穿皮衣跑两圈就瘦了。他这个真的很厚呢，各位，我这个应该有两寸了，对啊，很厚哦。防护性很好，摔下去变轻啊。然后它这里面还有护垫，它等于两个，它本来就有一个护垫，然后这个又再多一个。难怪我上次穿我这边差点感觉快脱臼。我看到你的照片，我差点我快脱臼了。我那时候靠它干起不来。你说里面是吗？拉链有拉，拉链有拉，来来来。所以它等于是有护垫，然后又有再一个护具。对对。哇，防御性很高。真的。OK。应该比较好一点，有舒服很多，感觉有，因为那两块不消失了，真的。好，一只手之后戴另外一只手，软骨弓，对。好像比较轻，比较好穿的，因为少了左右那两块，拉起来，哦有，轻松了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这样应该好很多了。反正它穿久了，长度对，长度没什么太大问题。你下面这边。可以吗？会不会很松？
你这样子亚洲蹲试试看，这个亚洲蹲，亚洲蹲。我上次讲邦嘎蹲，你现在要讲亚洲蹲，亚洲蹲是并腿蹲下来，邦嘎蹲啊，各位亚洲蹲。然后这时候把我整个撑开，哇，脚跟要着地吗？这样子，这样，好，这样可以，可以全蹲就差不多了。你到时候做动作就可以做，哦，因为就可以，对对对，你要压着车子。那你要把鞋子穿，你很累吗？我觉得我运动完了，哈哈哈哈，暴汗，对啊，在暴汗，再穿多一次两次。里面在下大雨，你的鞋子在里面吗？对，鞋子在里面。可以。好好，可以了。我带这个看看，今天龟头都带来了。有了，可以小一号，当然是建议小一号了。那还是有成长空间了。成长就是减重的空间。哎，小光哥，所以这个是目前只有你们家有，日规版只有我们有啊。台北有一家是，就是他原来是意大利品牌，有一家应该是他就直接是跟欧洲拿的。各位，日规版好不好？亚洲身材，来找小光哥。现在只有他们家有啊，其他网络上是欧洲人尺寸啊。啊，如果你跟我一样这种 everyday 的好不好，就来看一下小光哥的皮衣，因为欧洲尺寸通常都比较大，身高比较。跟亚洲人不太一样，更长啊！对。哎，这皮衣真很好看。很好看，这皮衣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来，要粘这个材质。好，そうですね。好快。没有很会骑，但是装备要很帅，好不好？假骑。其实要很帅，就根本不会骑。然后就骑时速50。背枕也算是蛮大颗的。对啊，你觉得黑板？黑板啊，我觉得黑板不错。现在背枕还蛮有诚意的啦。对啊，跟 Danny 这个，只有上面一小块。这样，那你要到它的最贵的等级才会有。真的的哦。你把它养太多明星了。哦，对，他钱都养在明星那里。我帮你拍一张。好，让我拍一张。这尺寸我觉得差不多哎。可以啊，没有就我讲的就标准啊，标准的啊，你这个叫标准合身啊，就是你站不直啊，对，可是你刚也是嘛，做这个动作应该就、啊、其实就差不多，就全部放开了嘛，然后这也蛮有诚意的，全部都给泰勒金，哦对啊，泰勒金的，那这没事，然后上次小峰哥有说这个是那个头层皮的，对、啊、牛皮头，牛皮头层皮，牛可以扒好几层皮，好几层皮，它头层是第一层的意思 ，OK。比较好的啦，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。然后这边可以纸盒，可以粘那个油箱。对啊，那你这样做动作的时候，就不会说，如果腿不够长的话还勾不住，还可以卡一下，多一些摩擦力，对，比较不会滑掉。嗯，啊，搞定了，这个、啊、要不要跨一下？跨一下，好，都已经这样子了，好，跨一下，都已经全身都已经穿起来了。你现在戴的是 Cosa， 对 ，Cosa。现在真的站不直，你这样感觉有点蠢蠢的。对，你看见没有啦？我去当兵，他跟真人呐。去当兵。哎呀，你们安全帽没有带到？我没有带 Cosa 哎、欸，我没有带到。没关系，就在车边画一下。可以啊。欸、很热、欸，我很佩服那些练车的人。其实很热。你的背包有关吗？能不能放弃？不行，不能放弃，要坚持。减肥刚好减肥。刚好减肥，顺便减一下中年的肥度，好不好？还是躲避球。可以的。哦，不错不错，好小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 OK 啊。OK 啊。OK 啊。OK。OK。可以，可以，就他了，就他了，就他了。直接骑走，直接骑走，可爱的，哎，满头大汗了哈，满头大汗，擦个毛巾好不好？擦汗用，赶快来买，好不好？买这一件送毛巾了，各位，买起来好不好？哎，这毛巾真的很可爱，因为你那滑块其实也很可爱，所以那位置滑块就你磨到磨好以后再处理，很高级。好啊 ，OK， 等一下帮你收起来。好，感谢小峰哥，我去把它脱下来。那我去先试一下我的那个帽檐。好。
会没信心，装备越好，油门就转，信心越大。万事注意道路安全。好，感谢小峰哥，谢谢，感谢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。哎哎，大包后面，哇，大包的，大包的。要靠西西吗？靠西西啊，我们有带绑带把它绑起来。你要开始绑乐了。对。等一下、哦。